第四题，下列何者最适合使用接触起电的方法使其带电？我们用接触起电的时候，前面要做的是静电感应，而静电感应通常是用在导体，而金属是所谓的导体，而非金属通常所谓的非导体。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，下列何者最适合使用接触起电的方法使其带电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铜棒。